敢于直面自己疮疤的民族是伟大的。我才看得好清楚，因为你是风，追不上你的脚步，来得仓促，去的难道不仓促？直到你天性热爱自由，什么地方能够让你停留？虽然没有愁，幸福不被你拥有，怎么好说让你这次跟我走？爱你不是我的全部，哪怕爱在心里最深处，想起你不是说就不难受。可是风只有飞没有回头，可是风只有飞没有回头。爱你不是我的全部，哪怕爱的泪爱得太苦，唱起你也想起唱一首，可是风只会飘不会开口。爱你不是我的全部，哪怕爱的泪爱得太苦，唱起你也想请你唱一首，可是风只会市长，你还有事？高志强真的死了吗？啊，刚才不是说了，已经死了吗？永远不要相信别人的眼睛。他是什么意思？他是在告诉我们事情的另一种可能性。另一种可能性啊，他看问题可是要比我们深刻的多得多。深刻？他们为什么这么残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狗急了跳墙呗。放心吧，这笔账早晚得算清。尚叔叔，郑叔叔，我想为我爸爸报仇，让我跟你们一起调查吧。高兰，你现在要好好的照顾你妈妈啊，调查的事由我们来做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为你爸爸昭雪，让那些坏蛋受到法律制裁。我知道，我爸爸一定希望我为他做点什么的。您就让我帮他做点事吧。好的，高兰。如果我们需要你帮助的话，一定会请你帮忙。你现在最好啊，能仔细回忆一下你爸爸离家前的一举一动。
不要遗漏每一个细节。如果是想到了什么呢，不管有用没用，都要尽快的告诉我们，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了，好吗？好，我一定会的。你爸爸在去世前啊，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，就是银行北这三个字，你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吗？这银行是很明显，很可能指的就是银行。这北是指什么呢？方向、位置，还是银行的具体名称？志祥生前有没有提到过与此有关的事情？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我也没有，不过我会好好想一想的。高志强拼的最后一口气，说出来这几个字，一定和藏东西的地方有关。现在，这是我们唯一的线索。喂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稳住他们，我马上到。怎么说？刘建坤带人去了医院，他们要对高志强的衣物进行检查。这只老狐狸，刘副局长，还得请你原谅。我们都是小兵，得听命令。麻烦你稍等一会儿，我们局长一会儿就到。如果我现在不想等就去了呢？我看这种可能性可能没有。刘局长，你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，是不是刘局长？你的舌头很灵啊。谢谢刘局长。我们郑局长来了。哎呀，哈哈，刘局长，没想到刘局长会亲自来啊，真是对不起，是我关照他们，不许放任何人进去的。那我现在可以进去了吧？当然，请吧，刘局长。刘局长，我非常敬佩您的责任感。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感觉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另外一种感觉？刘局长好像不相信我们。郑局长，你这话说的可就见外了。我还是，同意你刚才说的前半句话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心嘛。哦，对不起，刘局长啊，我觉得吧，你是在浪费东西，这是一种高贵的品质，浪费了实在可惜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啊，要是刘局长把浪费的责任心保管一下，用在那辆肇事的车辆和其他凶手上，刘局长肯定是一个出色的公安局局长，而且一定能当上省公安厅厅长。信不信由你。你说话太实在，我看你这老毛病啊还是改不了，要不然你的进步要比我快得多啊。不，有你这么出色的领导在，我进步不起来。所以说呀，你就是哭也来不及了。千真万确，的确是来不及了。局长，高志祥的妻子和女儿来了，还有一些蓝光化工的职工，说是要看高志祥最后一眼。这简直是胡闹。怎么会出这种事儿？这是诚心跟我们作对。那要不要我立刻派人把他们叫回来？不行，亏你想得出来。那怎么办呢？现在高志强是罪犯呢。江总，
高志强的问题究竟有多严重。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底下人不了解情况，可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才对啊。江总说的对，可你作为领导，你的一个部门负责人死了，你总该有个表示吧。你不是让我向他进行遗体告别吧？这正是我的意见。江总要是去了，不就是承认高志强无罪了吗？对，我不能去，这是原则问题。那好，那我去。若云，你等一下。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先不要管它，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去为另一个人的意外死亡表示哀悼。若云，请节哀，保重。哦，郑局长，你们也来了。难道我们不该来吗？该不该来是你们的事，我只是想问问你们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哀悼。就这么简单吗？难道白小姐到这儿来的目的很复杂吗？我们的目的不会相差太远，你知道我的目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来这儿是怀着仇恨，而你不是。你是说仇恨？对，高志强是被人杀害的。他不是死于交通事故。我说得很清楚吗？他好像很震惊啊。厂长，你和小钟盯住白若云，我要知道他每天都在干什么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喂，任姐，是我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是任姐，她让咱们马上赶回去。哎，若云，若云，你听我说嘛，好吗？别急着走嘛，啊！哎，若云，若云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那好，那你告诉我，高志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他确实是被汽车撞死的。是怎么撞死的？他抢回来以后，被巡警发现，在追捕他的过程中，头。
慌不择路跑到马路中间，被一辆高速开来的车撞上。这都是听谁说的？这是交通管理局现场调查后的结论，刘局长亲口告诉我的。你相信吗？我为什么不相信？因为太离奇了。他突然携巨款外逃，现在又突然跑回来，再突然就撞上了汽车，这不可能。是，我也认为太戏剧化，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江寒，你怎么这么……我怎么了，若雨？也许我太多疑了。若雨，是你听说了什么？不，不是。我最近脑子里很乱，这一切太突然。若雨，相信我，啊，我是不会骗你的。若雨，江寒，人死了总是可怕的。我想好好回去睡一觉，我的神经太紧张了。我送你回去。不，不用了，你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。啊，我自己能行。那好吧，路上小心点。啊，再见。我给你打电话。严手里掌握着蓝光工程资金流失情况的许多证据。什么证据？是一些关于上级的批条，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，但肯定很重要。只要你能把它要出来，我就可以知道他是和什么人勾结在一起侵吞公款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会给我？给你的可能性是不大，但是你还是应该去试一试，只要能试出他手里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就可以了。你拿不准他手里有没有？按道理他有，可也不一定，也许在高志强手里。只要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到底在谁手里。他不会告诉我的，他对我的印象并不好。但总比我好吧？你去跟他试一试，他对你总得有个说法。而且你应该分析出他手中到底有没有这些东西。你可别利用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若雨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那好吧，那我去试试。你找我有什么事？是谁把蓝光工程的大量资金给挪用了？你去问江总吧，就凭你和他的关系，他一定会告诉你的。江总让我来问你？那是他明知故问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去问他吧。严总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只是想把问题搞清楚。怎么把问题搞清楚？你一定是迫于无奈，才使工程建设的大量资金任人挪用的。你手里一定有他们让你屈服的证据，对吧？我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把这些证据交给我吧，让我们一起和他们斗，行吗？不，我这儿没有什么证据。严总，如果你不愿意给我，那让我看看也行。你回去吧，我这儿没有你想要的东西。严总，你……好了好了，你不要说了。如果江寒想要什么东西的话，你让他自己来。我
我这里没有你想要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要休息了，我要休息。身心坏蛋一定会受到惩罚。尽管省里全力支持我们，但邢市长是一市之长，又是常务副书记兼政法委员，他的话我们还不能完全置之不理。我们现在还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行动，所以我们的行动一定要谨慎，但这不是束缚你们的手脚。我明白。要是我们对刘建坤立案侦查呢？那当然另当别论。不过我还看不到对他立案的依据和理由。这个案子复杂就复杂在对手，对我们了解的情况一清二楚。我们面对的是一张庞大而坚固的网，而不是一两个犯罪分子。齐检说的对，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我们想要找的，除了严静安和高志强收藏起来的那一部分之外，其他的早就让对手消除得一干二净了。而且我们找不到知情人，调查时说法很多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们提供有力的证据。所以关键是高志强手里的东西，你们认为呢？老尚，明天让永明查查和北有关系的银行，看看哪些银行呢开有保险箱业务。我想来想去呢，看来高志强临死前说的银行两个字很可能和银行的保险箱有关，他很可能是把东西藏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了。哎，那倒是个最保险的地方。可是你说这银行北是什么意思？这可不好猜啊，也许是一个意思，是指一个事件，但有可能指所有跟北有关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这谜不好猜。尚威快上学了吧？明年我准备送他上私立学校。呵，老来得子就是不一样啊。哎呀，望子成龙啊。哎呦，我儿子可聪明了。哎，将来肯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。他生下来的时候啊，八斤重，小脸红扑扑的，跟灌肠似的。这哭起来跟炸雷一样，吓得别的孩子把哭的给憋回去了。哎，有一次啊，我老婆买了一台 VCD， 我刚把线接好，正看说明书呢，哐的一声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儿子把它给开开了。他现在都会看报纸了。哎。浩天，哎，想什么呢？吓我一跳。没想什么，没想什么，没想什么，就这样了。那要是想什么的话，这楼塌了你还不知道呢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哎，和你那位吵架了没有？
没有，没有这么愁眉苦脸的。人还没有心烦的事儿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是不是为了那个吴大夫啊？小娟，你说什么？看你吓成这个样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可我们之间没什么事啊。那是你们的事儿，别人管不着。林姐，我看吴大夫对你挺好的，又年轻又能干，你们俩呀真是天生的一对儿。小娟，我不骗你，我们俩之间真的没什么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有男朋友，就是跟他呀整天也不见面的，要我早跟他吹了。我那个男朋友啊，天天跟我见面还嫌不够。我要是一值班或者手术，他就不高兴。哎，恋爱恋爱嘛，不恋哪有爱呀？像你这样成天一个人，叫什么恋爱呀？你说是不是？是。哎，说真的，你和吴医生挺般配的，我看。吴医生对你可真有意思。小娟，查房了。哎，哎，我去查房了啊。林平。啊。回家。啊。如果晚上没有什么约会的话，咱们一起吃饭好吗？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心里头很乱。啊，知道了，我明白。是谁呀？不知道啊，没见过。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啊？是不是因为领导太忙啊？所以这个家伙插一杠子，那咱们领导可惨了。咱们先别乱说，咱们跟上去看看是怎么回事。处长，哎，那咱们就不吃饭了。你就知道吃，就知道吃，快走吧。走走，跟上。吃完饭可以到那儿划船去，怎么样？咱们呢，就在这儿吃了，啊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家伙，好会献殷勤呐。肯定他有迷人之处吧，要不林平怎么会跟他逛街？哟，这个我得记住。记什么？迷人之处啊。请坐。没事，坐。要点什么？先生，请您点菜吧。要两杯茶。好的。哎，我说啊，咱们还是别看了吧。为什么？我总觉得有点那个。什么这个那个？你是说这样不好是吧？何止是不好啊，我看有点不道德。胡说八道。
我们这样是为了帮领导把事情搞清楚，又不能让林平太难堪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哎，小钟说的对，这里啊没有不道德的问题啊。走，走，走啊！哎，走啊！好。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你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吗？我心里很痛苦，也很矛盾，但我始终坚信我没有错，你也没有错，我们之间的接触都是正常接触，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，所以你根本没有必要感到内疚。我只不过是在追求我所爱的人，这是应该有的权利。不论结果如何，我都是坦荡的，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要是这样发展下去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们应该进去，让他把手放开。哎，干什么？那你说该怎么办啊？我们得跟领导好好谈谈这件事儿。嗯，很客观。小钟，待会儿领导来了，你可不要乱说话。我当然不会乱说了，但我得让领导知道事实真相。就是为了让他明白，要不让他来干嘛呀？哎，你说是吧？我们啊，是为领导分忧，不是给他添乱的。用不着你提醒，我知道。另外啊，我们说话要尽量含蓄一点，不要太直白，尽量避免让领导感到太刺激、太伤心的话。我知道，可这种含蓄的话怎么说呢？你们几个神神秘秘的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哎，领导，哎，来，坐着，坐，来坐这儿。哎呀，今儿是怎么了？我可是头一次这么受欢迎啊！没事儿，咱们呢，难得在一起聚一次。我们想让你换换脑筋，喝杯啤酒轻松一下。哎，就是这意思。没错，来，我给你倒酒啊。我看这杯酒没这么简单吧？我们请你喝啤酒只是一方面，其实还有别的事儿。对，很严重的事情。哎，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儿，可我们觉得这件事儿无论大小，严重或者不严重，都应该让你知道。对，不能把你蒙在鼓里。他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应该瞒着你，这不是都一样？得，别磨磨唧唧，有话快说。说呀。好吧，我说，领导。咱们最近不是一直很忙吗？嗯，而且你比我们还忙，白天晚上的都捞不着休息，还要费心费神的考虑许多问题。可是你怎么就不考虑抽空陪陪我们未来的嫂子呢？她最近也很忙，
我们俩这时间差总是配合不好。不会吧？哎，这他亲口跟我说的。领导，你觉得林医生的这个人怎么样？你们认为呢？净说废话。领导要觉得他不好，还能和他在一起啊？哎哎，没错，你们让领导说行不行？哼，你们几个这是怎么了？啊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林平啊，是个非常好的人，他正直、善良、温柔、热情、诚实，哎，这就我对他的看法。啊，这么好啊！领导，你一定很爱他。对啊，我当然很爱他。假如，我假如，我说的仅仅是假如，他不是那么在乎你的话呢？长江，你小子搞什么鬼？没搞鬼，领导，你赶快回答问题。好，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什么假如，我相信他爱我。可是，小钟，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哎，我骗你们干嘛？我们俩相爱五年了，啊，这五年的感情还用说吗？你们吧，有可能是不相信，但我们始终都是爱对方的，而且都很忠实。如果连这一点起码的认识都没有，我们这五年恋爱，哎，不就白谈了？啊？哼。行了，还有问题吗？啊，没了，没问题了。陈哥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什么怎么了？我说没问题了。来，领导喝酒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好。不，我们应该告诉你。干什么你？子忠，就在刚才，林平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吃饭，在一起逛街，那个男人还抓住林平的手，就在那个桌上。也许事情还没那么严重。是啊是啊，也许是他手上沾了一个饭粒儿，他给他拿了，是不是啊？对，肯定是这样的，我当时没看清楚。对，来喝酒啊。喝酒，喝酒，好，来来，喝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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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几个，这眼睛还真尖啊！哎，是不是看着人家来着？你们虽然是好意，但是总不是那么光明正大，以后可不许再这么做，听见没有？知道，知道。你放心，其实也没有必要瞒着你。这段时间我和林平之间是出了点问题。你们分手了？其实也差不多，只是要冷静地想一想。这是他说的。想什么？哎，小钟，你能不能不说话？想一想今后该怎么办呗。也许他觉得我跟他不合适，所以就要想一想，做出一个冷静的、负责任的结论。这应该说是对的，人家有选择的权利嘛。尽管呢，他有可能会做出不利于我的选择，但是我知道我不差，
我不会失败。怎么，你们觉得我没希望了吗？不不不不不，你绝不会失败的。对对对对对。来，喝酒。喝酒喝酒。来来来来。傻笑什么你？来来，倒上酒，倒上酒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来，喝酒。你有话，你就说出来。